水肿、橘皮、肥胖纹，还我明我美腿。想拥有美腿，用错方法，小心更惨。哎，怎么了？想要有小美腿吗？请你跟我这样做。四种不是胖，轻忽变大病。基本上来讲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肿胀部位看，可以知道你大概什么地方有。我们没有别的部位，就只有就是腿。我觉得你那边这样肿，那就是肿不起来。大概就是你的心脏就收缩功能比较差一点，没有到疾病的程度。哦，对，下肢会容易水肿。那如果是短暂性，短暂性的，那如果有些人说睡觉醒来脸会肿得很厉害，对，那表示你有点问题。Okay。对抗老人橘皮，第一次靠半蹲。通常第一次试，我第一次试大概30秒，我就已经开始流汗了，算厉害了。你一天做几次，你就发现有提臀，然后这边也会拉到，然后全身都有肌肉都拉到。就靠这一招。这种运动之后，女性身上哈雄性素会增加啊，会增加大概15%。什么？可能就比橘皮比较少喽。对，我刚刚不是讲吗？刚刚不是讲说。男性比较不会有橘皮嘛，对不对？所以呢，这种阻力运动的人常做哦，经常做，规律的做，他的雄性素会稍微提高。消灭下半身困扰，所有问题一次解决，全方位教学一次告诉你。要无瑕美腿不都是女性共通的目标吗？因为你那种已经没救了，男生比较不在意这个啊，毛毛腿。男人反而你不粗壮还觉得好像没办法，女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因为好多腿的困扰。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针对了女性下半身的困扰，怎么甩也甩不掉，有几种困扰的指数，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好，困扰指数，一颗星是喝个水也肿，哎呦，我不是胖，我是水肿。哎呀，好像都是这样讲了哈。是的，所以秀琴，您是胖还是水肿？我不是胖，我是瘦的不明显。也不是水肿，对，很好。他会有水肿的困扰吗？那水肿真的是不要一直在我身上，好不好？对呀，因为我之前主持那个原住民的歌唱节目，然后一整天就从早上10点要转到晚上12点，哦，所以你知道站一整天的时候，我真的晚上回去，我脚真的水肿到放下去，你知道那个鞋子已经就是穿不进去，因为我有大小脚，哎呦，你大小脚你在穿的时候，那个另外一只大的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你是边路边站的时候就边肿，肿到最后一集12点收工了，鞋子拔不下来。不是，就是我们严重搞不好真的会这样，对。然后你知道，你这稍微按的时候，你这样按下去，到比较慢会回来，你知道吗？我其实也是按了就会啊。对，你看，对啊，就是通通都会。但我觉得女艺人一定穿高跟鞋，真的。你说主持棚内的一整天，或是像我们外景一整天跑来跑去，外景也不是随便就有地方坐的，然后你知道机动性的，那一整天下来，你光晚上回家就会觉得腿很胀，很胀，很胀，很胀。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明显的是隔一天早上，我如果那天前一天晚上就是腿很胀很胀，我也没有按摩，也没有泡，或者是也没有抬腿的话，我就放空。我隔天早上起来，我不能下床，对不对？这么夸张，就下床，就整个要轻一点，那个更贵，而且还爬这么麻烦，就会觉得隔天的腿更肿，然后隔天穿鞋子反而比前一天还难过。真的，其实我的问题不是只是水肿而已，其实我一直都有另外一个我给我自己的名称，就是。浮尸人啊，什么好可怕哦！我是一个品牌，是泡过浮马林吗？牌子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就像那个我通常是因为我本身很爱喝水，有时候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说，医生跟我讲说我喝水喝太多反而会造成我反效果，就是看起来更不是那么瘦，更不容忽略。对，然后我每次那个真的是。看到自己水肿的时候，我都会吓到，因为你知道我眼睛，尤其是我的眼睛是非常非常肿的，就很像是前天可能是因为失恋啊什么大过之类的。我有问题，有问题，到底是水喝太多还是水喝不够多会水肿？哎，漂亮，待会我们帮你来请教这个问题。不要说都不敢了。很多女性认为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对。但是先来告诉大家，是不是有个统计，这样的人数呢？的确哦，很多女性都觉得说自己是水肿，对不对？40%的女性肥胖，其实真的就属于水肿型的肥胖。对。而且那种喝水都会胖的人，有90%以上其实都是因为水肿有这样相关的问题，所以不是真的胖。对。所以，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啦，到底是胖还是水肿？你要判断的来，你还是要找出真相，对不对？不要计较，新闻人一定要实
实事求是，求医师，到底水肿是不是怎么样要判断？对，其实水肿有两种，一种就是比较显性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大家都说按脚啊会，对会压下去，对不对？那个叫凹陷性的水肿。我拿一个图啊，最夸张的图给大家看一下哟。那个地方是小腿骨，对，小腿骨筋前，我们的小腿骨的前面，对不对？还有按那个内踝关节的附近，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叫显性的，就是严重的凹陷性的水肿，这种凹下去哦，一分钟都按不出来哦。只有在怀孕的时候才会有用吧？那这种是很明显的有疾病的水肿，真的有问题，那应该是肾有问题。对，很多器官都可以造成这样的凹陷性水肿。那另外一种叫做就是隐性的水肿，隐性水肿就是刚刚你们三位有提到的，就是说它按压的时候不会像这个这样凹陷那么严重。对，隐性的水肿怎么样可以判断出来呢？就是说你会发觉说自己体重增加了，然后尿量减少了。这样了解吗？小便比较少，然后去称体重，发现我最近怎么重了2公斤？那这种就有可能是隐性的水肿，就是水积在体内造成的。但是这不叫肥胖了。我们讲的肥胖是指那个脂肪细胞过多才叫肥胖，就是说，对，你这个只是体重增加，所以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水肿是很多毛病所造成的，你要去找前面的那些问题，所以它的因素其实是复杂的，对，很复杂，对不对？好，不是我随便按就知道的，对，所以刚那样子自我检测其实是不准的，他们这样是不准的，因为他们可以了解到自己是不是这个下肢有比较肿胀的问题，那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肿胀部位可以知道你大概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没有别的部位，就只有。对，我觉得你的脸很像肿，但就是肿不起。秀琴，你知道你真的，你的脸难道没有水肿吗？这要怎么判断呢？好，我们都会弹得回来。是，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常常下肢会比较容易肿胀，比如讲刚刚有人讲主持一天嘛，对，下肢就会胀，然后压会觉得好像会痛，有水分的感觉，但是没有像刚刚那张图那么严重，大概就是你的心脏就收缩功能比较差一点，没有到疾病的程度。对，下肢会容易水肿。那如果是短暂性的，那如果有些人说睡觉醒来脸会肿得很厉害，对，那表示你的肾脏可能有点问题。OK。我真的是太晚还问题是还蛮多的啊，就像比如说，因为我本来就是甲状腺低下才会变胖啊，然后就是变成说我现在要调心脏才能可以调到其他，比如说我的肾啊，还有我的肝什么的。对，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你们女生去体检，常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一个说，你是好像心脏瓣膜闭锁不全，有没有？对，就瓣膜有问题，那种不会到引起你的呼吸困难啊，或者容易很倦怠，但是它就是会导致你下肢容易水肿，对，然后这是潜在的病因。但是如果你说到这个，跟疾病有关的这样的关联性，是什么样的状况哈？怎么样判断是不是跟疾病有关？然后什么感觉哈不对劲？我们就要加强注意找医生。对，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那么严重的这种疾病哈，你一定要考虑到三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不是有肾脏病的问题哦？你看肾脏病的时候，我们因为蛋白质会从肾脏跑出来，所以你的尿量会起泡泡，就是有尿蛋白的现象啊。然后呢，在严重的时候呢，它水分跟盐分流失嘛，所以你血液当中的盐分不够的时候，水分就会跑到你的组织液，就很容易肿胀。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肝硬化，我还刚刚没讲哦，肝硬化就是容易有肚子会胀的现象，就很多人腹部比较胀哦，要小心哦，可能肝脏这边有问题哦。按下去也是弹不回来吗？没有，那种胀是胀在腹水，就是在内脏里面。对，内脏里面，所以你从外观。对呀，你怎么分辨呢？肝脏的问题要导致到腹水哦，它会有很严重，它会从肝发炎连带的症状出来，肝硬化后面就会伴随着腹水，那个是后面的一些症状，你就会有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前面已经会有容易倦怠啊，甚至黄疸都会出现，就是我们一定分得出来，对，这个分得出来。那我们刚才不讲吗？心脏有人只是说功能差一点，没有到心脏衰竭的程度，那有的人不是哦，他是心脏整个水分血液打不出去，所以导致那个下肢整个水分积在下面，就地心引力把它往下拉，所以下肢整个都水肿。那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就是说，下肢静脉栓塞或者是像组织发炎也会水肿。那这个比较悬点，我举一个例子，好像很多女孩子怀孕的时候不是下肢会水肿吗？对。这个呢？